场话题仙女之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一定要告诉各位，明天晚上的8:30是我们将迎来第13个地球一小时的活动。那地球一小时呢，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啊，为了这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发起的一个环保活动。那么今年啊，与往年不同的点是在于，今年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呢，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所有的办公室呢，将会同享一个主题。同一个主题，那就是与自然共生，而且呢是要关注现在啊这个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问题。那么作为我们是普通人哈，那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够为这个地球生物多样性做出什么贡献呢？而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地球一小时，各位您打算怎么一起参与到其中？那我准备呢就关灯了啊。好，所以更多的精彩呢，今天晚上的一定要锁定我们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全媒体大开讲，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凤凰秀 APP。 今天晚上全媒体大开讲，我们有话一起讲。